要到万马风景。走遍这一栋哈。每月固定的警局关怀行暂停一阵子，终于有盼头。万华区里头的各分局派出所的警察同仁哦，都非常的辛苦哈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哦是代表上人哈送来我们的爱与关怀之意哈哦，感谢，非常高兴，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哦代表上人哦到我们万华来，那万华在哦五到七月哦。可以说是疫区中哦重灾区了。那我们远景哦也非常的努力付出。我代表分局接受，身体健康，健康。对，是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李秀兰、丁茂生台北报道。慈济马来西亚八代联络处是再度与。